我一上台，大伙儿就欢迎我说相声，谢谢，谢谢你们捧我。其实面对大家的掌声，我很无奈。为什么无奈？其实我的业余爱好不是说相声，我的职业是作家，写书。我的业余爱好是看三国，研究三国，研究十多年了。在我的作品中，有一部300多集的评论集，叫《张培简评三国演义》，很不错，但还没完成，在这就先宣传一下吧，省广告费了。另外，我最大的爱好其实是唱歌，我很喜欢听歌曲，特别是港台的流行歌曲，很喜欢。我呢，唱的也还行，只是有一点，我这个人呢，太谦虚，从来不当着人唱，朋友聚会，一块吃饭，吃完饭去唱歌，得，我跑了，从来不当着人唱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人呢，脸皮薄，你说我当着人唱不好，大伙儿该笑话我了，害臊。你说我要唱得好，别人又嫉妒，里外为难。得，我也琢磨，干脆不唱，谁问都说不会。您还别笑，这是实话。我在去年秋天自己还录了专辑，歌曲专辑，效果还不错。专辑名字叫《人走茶凉》，录了一半没录完，怎么不录了？这不改说相声了吗？比起自己的事儿，相声事业、国家的事业更重要。作为个人，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，多为国家着想。除了喜欢流行歌曲，我也喜欢戏剧。为什么呢？一个呀，是因为有这么点爱好，但算不上票友，懂不了几段，刚入门。另一方面啊，是因为说相声有时候需要用到戏剧，你不会怎么办呢？只能学，去钻研。我呀，就不当着大伙唱了，确实见不得人。有人想听，说没听过张培唱戏，非要听，得，不唱不让下台。那天我说那就唱一段吧，刚唱了1分钟，救护车来了28辆。什么病咱就不说了，反正听我唱戏对您身体不好，损伤很严重。所以我还是喜欢听流行歌曲，也喜欢唱流行歌曲。不过现在不行了，这一赶上说相声，完了，大伙都认得张培是相声演员了，不知道我会唱流行歌曲。那位说了，你现在唱也不晚呢。其实晚了，当初没人认识我，我唱歌参加歌唱比赛，人家问还会什么才艺呢，我回答说相声。导演挺好奇，哦，你还会说相声，真的假的？不相信，不相信我当场说这么一段，得评委一打分，挺高。可现在说相声都认识我了，我在唱歌，人家该说了，哟，相声演员张培都改行唱歌了，看来相声事业真的不行了，他准是混不下去才改行唱歌的。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虽然现在唱歌还凑合，可从前不是这样，从前唱歌难听，什么程度？您无法想象的程度。说实话，我听完自己唱歌都觉着对不起大伙儿。原来上大学，学校举行文艺汇演，让每个班都出个节目，我们班也不能例外。可是我们班有一点不好，就是男生少女生多，班里30来个女生，就我们5个男生。可选的那首歌啊，还必须有个男生领唱，就5个男生，总得选出一个来。我唱歌难听，肯定不会选我，结果选的是副班长，一个男生，个子挺高，2米89，他和一个女生领唱，每天下课练习练歌，天天练，很顺利，一天比一天磨合得好。可是啊，眼看就快文艺汇演了，这个副班长不争气，病了。你说你病就得个大病，打电话还跟我说呢，张培，打明儿起我可就上不了学了啊，替我跟老师请假，替我跟同学们带好。我就问他，你得什么病了这么厉害？你猜他说什么？痔疮，刚开完刀大出血。得，这位就算完了。班里排练少了个男生，怎么办呢？只能从现有的4个里边选。班主任一眼就选中我了，我说我不行我不行。班主任问，你怎么不行呢？我说实话跟您说，我唱歌跑调，跑调跑得厉害。班主任说，你唱一个我听听。我说那您可忍住了，不行您就说话，我就停，千万别硬撑啊。速效救心丸有没有？是不是先打120叫大夫预备着？班主任说用不着，你就唱吧。
我说行，我就开始唱，一首歌唱下来，班主任还真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我问班主任老师，您看我唱的是不是特难听？班主任感动地说，你是没听过班里那几个男生唱歌啊，听了他们的，就觉着你唱得非常好了。您说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呢？最后决定由我代替副班长领唱，我起初死活不同意，最后没办法，得那就唱吧。现在班里彩排，唱之前我就跟班里的女生都打好招呼了，你们可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我唱的可难听，可班里这帮女生没人相信，结果怎么着？我冷不丁一唱，好家伙，后果惨重，班里从前30来个女生，现在就剩12个了。我说我不唱，还偏让我唱，就这个，班主任还说好呢，还接着练。文艺汇演那天，好家伙，全校师生都聚在一块儿了，恰好我们班节目还是第一个，我这就一个紧张，就听报幕员报幕，首先请大家欣赏大四三班的大合唱，我们班就上去了，前奏一起，我紧张呢，平时练的全忘了，不知道哪儿想起这么一段迎春曲来，张口就唱，有打的灯笼都出来呀，没有打的灯笼抱小孩儿呀。剪子、拐子、大花篮儿呀！刚唱到这儿，就看台下观众呼啦呼啦全跑了。